歡迎大家收睇馬高斯 TV 馬高斯。呢排真係好多電影包場啊！咁其實咧都係好事嚟嘅，證明香港咧好多特攝相關電影上映啦。但係對我嚟講，就可能係一把雙刃劍，因為唔夠人數嘅話咧，就蝕唔少錢啦，仲要係千千聲咁去計添。咁我哋講翻正題先啦。今次嘅電影咧就係《Grip Man Universe》，咁香港終於喺呢個2023年8月24日上映啦。而馬高斯嘅包場咧就係8月26日嘅星期六，地點同樣都係奧海城嘅 The Sky。時間方面，開始攞飛咧就係下午嘅1點，電影開場咧就係下午嘅2點15分。今次同樣歡迎大家帶自己嘅珍藏。又或者 cosplay 入場都可以嘅，咁不過啦，都有言在先嘅。如果今次無法達成最低嘅目標人數嘅話，我係會考慮交翻其他嘅座位去俾戲院開賣。如果咁做嘅話，咁開場前咧我就冇辦法去開咪講嘢，而播放期間咧大家都唔可以開聲應援嘅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希望滿場嘅。咁不過有時咧都要做定最壞打算噶嘛。又或者咧，另一個做法就係直接取消。咁我就會安排翻退錢嘅事宜。最後提提大家，睇電影前最好睇咗2季動畫先。如果冇咁多時間都唔緊要嘅。《Gulido Man》同埋《丹丹精靈》兩套香港都係會有總集編限定上映。一嚟啦，可以慳翻少少時間就可以知道咗故仔嘅來龍去脈；二嚟總集編係會有新畫面接落去電影度。三嚟我都幾肯定嘅，新影係一定會有特典場，咁所以總集編咧係有睇嘅價值嘅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去到呢度，依家呢個 channel 又增設咗會員制，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嘅話，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，大家嘅支持就係製作嘅動力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我，歡迎大家一齊留言討論。